好，还有来自普星消防会总干事来到现场，欢迎张姐。我们的马新村的村长，好，马区长，还有，没错，阿布来自咱秀水乡的长，没错。其实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秀水的导演，总部的来自公司，然后对。在秀水龙灯公园要来举办第四届的彰化这个乳牛节哦，那把我们的好的乳制品啊，行销给我们的这个乡亲哦。那公所跟农会非常用心哦，除了有绘画比赛，有这个滚这个牧草比赛，还有呢这个现场有 DIY 品尝等等，非常多的这个节目，欢迎大家一起在11月29号来我们秀水龙灯公园参加我们第四届彰化乳牛。这次活动是在我们秀水乡的龙腾公园哈、哦。我们秀水乡龙腾公园目前也是我们秀水乡重要的地标之一，占地3.2公顷哈、哦。它主要是这个我们这个双龙戏珠哈、哦，一个这个艺术这个装置，还有非常幅员广阔的一些这个和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生态池，还有一些绿美化都做得非常的好哈、哦。刚好。配合现在我们中央政府所推动的新防疫这个活动啊，可以在我们秀水乡这个龙腾公园来举办啊、哦。这一次举办的内容啊，包括有这个我们这个乳牛的这个知识体验，还有我们这个 DIY 的活动，还有野餐啊，包括一些彩绘哈、哦，一些这个绘画 DIY 的活动哈、哦。这个泌乳量哈、哦、是全省的哈、哦，占了刚才现在有说了23%多哈、哦，大概快占了1/10了，所以真的彰化县是酪农还有那个乳牛的大县了哈。我们的彰化县的牛乳就是我们的鲜乳，阿里一个在。好，动作摆正哈、哦，摆正。Keep it, 好，摆出这个动作，就这个。口水直流。等一下，有个姐姐帮忙吃啊。